疫情持续恶化，影响全港各行各业。有网民就分享话，近日搭的士之前主动问司机过唔过海，司机竟然雀跃咁话咩唔去，快啲上车。他说今次是第一次听到司机对过海有这么正面的回应啊。网民就留言说，疫情严重影响香港经济，多个场所关闭，加上大量市民在家工作，令到的士需求大减，的士司机遇到乘客当然会尽量配合要求啦。不过亦都有人说，的士司机任何时间都不应该拒载，楼主本身就不应该问司机会不会过海啊。